外事，一心只读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足不出户、饱学终日的读书人。你瞧，他多用功啊！用功，不敢当。我全信书，宁可三餐不食，不可一日无书也。好，古人钻木取火，先冒烟后出火，先冒烟，先冒烟呐、烟哪儿的烟？哎呀，鞋子烧着了，这如何是好呢？这书中定有灭火之法，待我查来。橘子性温凉，多食可以去火。对。妙啊，书上说的确实有理。您买鞋啊？买鞋。请问您要多大尺寸？尺寸？尺寸？这尺寸嘛，是您自己穿的。劳您大驾，请把尊足抬一抬。书上不是有吗？来了，人呢？嘿，我取了尺寸就来。取尺寸？这用脚试一下不就得了？多此一举。
寸，尺寸找到了。哎，正合适吧？掌柜的，你真是非凡呐！给你钱。经营数十年，卖鞋成万双，凭我这双眼睛一看，我就知道您应该穿六寸，不，十寸。多大？十寸。什么什么？怎么会是十寸呢？你给我换六寸的。十寸的合适，我要六寸。六寸太小，我要六寸。十寸的小，怎么能够穿六寸的鞋呢？不用你管。我说六寸太小吧？胡说，从小父亲就告诉我着鞋六寸，难道还会错吗？哎，你看你看，着鞋六寸，六寸，六寸，怎么样，是六寸吧？吾儿七岁着鞋六寸，脚随人掌，步步前进。七岁六寸，七岁六寸呐、啊，七岁，笑什么？最可穿，而今也一样可穿。哼，这回总算是穿上了。哎，还是换十寸的吧。不不，书上所写岂能违背？是啊，可是他偏偏忘了脚随人长，人长脚大，怎么还穿六寸的鞋呢？不过这就不用我们操心了，回去他会到书上去找的，要不怎么会叫全信书呢？